主料即一次百克，辅料生油、酱油、盐、蒜头，制作时间两小时以上，把记忆洗干净，在记忆上面画圈几道，记忆里面放进酱油、蒜蓉，腌上六小时，烤箱200度预热5分钟，然后放进记忆烤20分钟。记忆烤好了，成品来了。烹饪技巧，记忆至少要腌6小时才入味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